新厝期间想要感受无同款的过年气氛，来到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来佚佗，嘛是袂歹的选择。横跨特别推出一起飞奔的活动，内容丰富多元，还有台湾顶级工艺协会精彩的工艺展，对初二甲初五，逐天拢有好生的活动陪伴大家来快乐过新年。到着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新春的特别活动，台湾顶级工艺协会同时来展开着工艺展，展示着两百外件精彩作品以外，还有六道主题精简的区域，以假日 DIY 教学。那大概包含了十二大类的工艺作品。那我们会利用每礼拜六的时间、礼拜天的时间，有两场次的一个以工艺老师有业的体验活动。那早上一场次，下一场次，那各15人左右。那活动期间的活动会用都是全免的，来作为我们推广公益性的一个教学。为着让民众来度过着充满工艺气氛的新春假期，很久就着丰富趣味的活动，要来陪伴大家过年。考虑到疫情的关系，户外活动暂时停办，不过馆内部分照常举行，让民众尽量唔免排队，离开着防疫的距离，会使安心欢喜来佚佗。另外，我们在苗栗、莺歌、台北，还有三个分馆。那其中苗栗跟台北分馆一样，跟我们总部这边有连结的春节活动。那欢迎游客一样来参观。新春三团活动顶头，由向日光视障乐团带来着好听的音乐以外，现场还阁有真侪位书法家来写春联，还阁有手工的板印体验者等等，予大家先讨一个好格调。因为很难得有这种机会，而且那种拓印还有手术，他那种技巧那种，对，为我们服务非常好，谢谢。对啊，蛮特别的，因为这是很以前小的时候有啊，后来就都没有了啊。今天有看到，觉得很开心，嘿，啊有拿到更开心，因为我们是最后第二个。工艺中心在春节期间所推出的特别活动，为初二甲初五，大家弄精彩内容，欢庆祝到店参与，透过着工艺体验，再个创作，乃至做真无同款的新春旅程。记者林欣。差不多。